戰電視網上的風采咁樣。咁啊，應該咧九月左右咧，呢部電視電影啊《甜蜜的誘惑》咧，就會同我哋香港 fans 有機會見面噶啦。好啦，要將大家的焦點啦，將大家鏡頭啦，而家 pan 翻嚟舞台呢度啦，咁即係我望啦。咁啊，準備咧，因為我要邀請咧，就係《甜蜜的誘惑》裏面嘅主角們咧，準備大家見面啦。咁我相信咧，佢都好想感受一下，因為我哋香港 fans 有幾熱情嘅。其實我哋兩個咧以前都有試過一齊嚟睇過嘅，就啊咁樣。
高要求喎。咁啊，阿超然咧？左手邊先。